忽然很想空拍，有直播了一段，今天又去买这家换新啊，它都是换整新机啊。我要去吃火梅达，下礼拜是什么日子？感恩节。哦，感恩节。再见。嗨。姐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从那个三星的 8K 电视里面看到你。因为有一天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一起要去看2017四大联盟？然后晚上我们两个去，有印象？然后走到那边，然后我就问你说：“姐姐，我们要去哪里？”然后你就说：“我们要去看大运。”火梅达应该不用排队了。后续还有桌子。新点的草莓奶昔，好上。这个要加这个才好吃。11:06，礼拜六，对，今天要来拍一点东西。天气蛮好。2:25，要出来。今天天气超好的，然后风又不大，非常适合飞。我想打算来飞一下直播，很久没有空拍直播了。那大概我的想法是到河滨，然后开始往新月桥或者是往华东桥的方向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先找一个适合的地点。拍的直播，I love you, 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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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ove you,
应该算晚安，像五点多，五点四分。今天来，忽然很想空拍了，出去了一趟，有直播了一段，其实全长大概应该有24分钟左右，但是上传到 YouTube 中间好像有断掉，目前看到只有7分多钟。我又从河滨那边起飞，然后就往华中桥的方向。那我后来是发现，过了华翠之后，到华中桥中间有一段是离开了限高区，所以那边是可以飞很高，没有限制。但因为我今天起飞的地方是，等于是在，我们这下面这个条应该是新店溪。我下次如果到蝴蝶景观公园那边去飞的话，就可以飞到华中桥那个地方。然后那地方有一个露营的场地，然后那里没有限高。好，今天想要泡手冲。闷蒸一下。I must admit to some x-rated thoughts of what I'd like to do to you. So I guess I can see how bad it rhymes playing you for a fool. So I pick up the phone, dial your number on the tone.Set things straight. Things come up, things go down. Make me turn back around. My spider sense screaming that I'm mad. A big storm blew up. A hurricane running. 今天又去买这家麦仔饼，或者是面饼，古早的面饼。对，那今天是花生的口味。哦，对，今天有到了三个那个 DJI Care， 因为我不确定大家需求大或小。昨天先创在问我说，你要不要多准备一些？我说，好像大家都没有要说要 Care， 结果今天 Care 到三张，就我就放到粉丝团，就马上很多人就要，还不够。不过新手是这样子啊，Care 是比较安心，但是你如果小心飞。我在充电，你若小心飞的话，其实没有 care 也无所谓。还有 DJI 的 care 叫做随心换，哦，随心换，心是心里的心。那他为什么不弄新旧的心呢？其实 DJI 的换心啊，它都是换整新机，它不是换一台全新的机器给你哦。这点很多人都有误会。那很多人也都没有去看 DJI Care 里面写的叙述的，它是更换一个状态完好的整新机，不是说告诉你说你掉下来就赔你一台新机器，不是。那所以我看到 YouTube 有些人拍影片说 DJI 骗人啊什么之类的，其实很多人没有去看它里面的条款，它其实是换你一台整新机。状况如同新机的一台空拍机，那至于你要看你要用什么心态去想，你摔下来就已经坏掉，修了它还是坏掉，应该说你摔下来它是已经坏掉了，那你整修之后让你看不出伤痕，那也看不出它哪里故障，然后给你这样再让你去飞，有什么不好？当然啦，有可能整新机还是会产生问题。有问题，如果是不是你的问题造成的，你就可以请 DJI 那边负责。那如果是你自己炸机自己撞到的，那就没有办法。他不太可能说你掉下来，然后给你一台新机器。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在想他 DJI Care 应该不会算这个钱。例如说 Mavic Mini 1200块啊，一台机子是12000块，单机器。那如果只买机身，我在想应该不用10000块了。那你飞机掉下去，付1200，那可以让你掉两次，啊，每一次都有一点点自付额，我觉得还 OK 啦。啊，你如果要求他一定要还你一台新机器，
这个可能我在想费率应该不是这么定。对啊，我刚刚说我充电，为什么我去充电？你看两个，因为我刚刚直播我飞的剩20几%，那我刚刚就计时，是我大概打算给它充12分钟，让它可以接近50%。那这样子，我假设短期不飞的话，这样子的保存状况是对电池最好。哦，像这种是锂聚电池，它很怕过放跟过充。很多人的为什么空拍机飞一飞说它的电池怀孕，因为它每次都把它放到低电量，然后充饱之后它可能不见得马上飞，所以它电池很快就会膨胀。那你看我的已经一年了，当然我飞的次数不多了，可是我的电池跟新的一样，你看完全没有变形。那这个如果在高空变形呢，会弹开来，所以甚至有人卖副厂的配件是可以把电池绑在机身上面，防止它弹脱。归根究底的原因是因为它每次都把电池飞到没电。如果你的飞行的习惯是大概50%以下就准备就收工的话，电池比较不容易坏。好，还有点时间，我要吃一下。然后今天算是我后来决定今天就放轻松，我本来是要来拍东西的，但是东弄西弄，我发现时间很零碎，所以干脆就来体验那台 8K 电视，来看一下 C 的第六集，看完就差不多今天下班，明天再来拼。好了，今天拜拜。I thought you were leaving without a sound. In my little world, you are both bros and girls.